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请坐。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净宗根本戒，请大家看《无量寿经》第35品“浊世阿苦”第35经文。譬如世法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精，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我们呢，上一次经文讲到这个地方，意思呢，都没讲完。那我们继续来讲。那么上次呢讲到啊，所受受命或长或短，这是讲在轮回当中，众生在每一道受身。有的寿命长，有的寿命短。在黄念祖老居士的《大经解》里头，他是这样解释的：“若现无间狱中，永劫难出，是名或长；或为微菌，则刹那生死，是称或短。” 这是讲到两个极端的现象。如果是堕到了无间地狱当中，那个寿命是我们也不可思议的，永劫难出。这个叫长啊，那个寿命是用劫来计算，不是用年了。经上讲一劫，我们有计算过，有很多种算法，其中有一种算法是12.7亿年，这是一劫。更何况说永劫，那可不得了啊！而且在无间地狱，那个果报痛苦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那个苦是没有间断。什么人会堕到无间地狱呢？一般讲，造作忤逆重罪的人，包括杀父亲、害母亲、出佛身血、杀阿罗汉，以及破和合僧。这忤逆罪犯了其中一条，就得下无间地狱啊。从入狱到出狱，这个长劫的时间当中，苦是没有间断，没有暂时的休息一直到罪报满了为止，才能够处理。那么当然，寿命还有长久的，那就包括在四空天最上一层，飞翔飞飞翔诸天，他们的寿命8万大劫，这也是非常长久。那还有或短呢？这里写的微菌，那就是细菌细菌也是生命又轻生命，
它也有生死，它也有色、受、想、行、识，啊，五蕴呢。啊，它也是啊，有这个感受啊。那么，它的生命时间非常短，刹那生命啊，可能几分钟就没有了，这叫祸短。底下黄念老举慧疏，这是日本俊地法师所著的《无量寿经慧疏》啊。这个注解是这样说：如八大地狱及长寿鬼，云或长；如飞蛾、蜉蝣等，云或短。啊，这是举出在八大地狱里面，其中无间地狱就属于八大地狱之一。还有长寿鬼，他们的寿命都很长，在鬼道里的。那么这些鸢飞软动、蜉蝣之类的，寿命很短，朝生暮死。其中寿命无量差别，皆是宿业所感。善去以寿长为福恶去以寿长为巨祸也。众生所感得的寿命无量差别，各个不同。即使同一道上的，你比如说做人的，人的寿命那也差别很大。长寿的百岁，短寿的可能一出生就死了。甚至呢，死在母腹当中。那么这些寿命的差别都是呢业报。前生造作善恶业所感来的果报。如果生到善趣，人天道，这就属于善道。寿命越长越好啊。在那儿享福那要修大福报才能够有这样的结果。但是如果在恶趣呢，那寿长就是巨大的灾祸呀！像无间地狱那是论劫来计数的，那是造作极重罪业的罪人，在那里受那些。罪报。那么慧疏提到的八大地狱我们呢在这里想详细的解释一下因为在几年前，师父上人请同修们一起呢从大藏经里面汇集了一本这个诸经佛说地狱纪要，这本书是将大藏经里面有关地狱的描述都是不同的经典截取出来的，把它汇成一册也流通的很广但是呢经文可能有些同修看不懂或者语言文字虽然是文言文很浅白的文言文，但是呢可能有些同修呢也未必能够这个看得明白，所以师父上人慈悲让定弘呢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我当时就很想抽出时间讲。但是一直呢都找不到这样的时间。那现在呢我又专学无量寿经了，其他经都放下了。
哎，我就想到啊，这个《无量寿经》讲的极乐世界啊，无比的庄严美好。那在我们讲这个净宗根本戒，着实阿苦这些内容，哎，我们也应该呀，截取出地狱里头的一些描述，跟大家讲。啊，虽然不能够把《诸经佛说地狱纪要》整部书啊讲一遍，至少我们截取一些部分，让大家有对地狱有个概念。知地狱苦，才能够升起出离心呢。啊，因为在娑婆世界，在六道轮回里面流浪，那在地狱的机会是最多的。那所以地狱是老家呀。啊，我们对地狱并不陌生啊，只是现在呢，因为一投胎就迷了，把前世的这些记忆都忘了。如果有宿命通的时候，啊，像阿罗汉证得宿命通啊，看到自己前世啊曾经堕过地狱啊，心有余悸呀，流血汗啊，可见的地狱啊那种痛苦啊的情状啊，那么我们有所了解。让我们呢不敢造恶啊！如果将来不想堕地狱，那现在必须断恶修善，所以这是有好处啊！啊，这也是我们师父上人发心呢，来汇集诸经佛说地狱纪要的良苦用心啊。那么为什么要汇集这本书？还有一个原因，是前些年江一子老师做了一幅巨画《地狱变相图》，是根据道家的玉历宝钞啊做出来的。师父看了很欢喜啊，但是呢，很遗憾呢，没有去依据佛经来画啊。佛经里头啊，讲的比玉历宝钞更为详细。而且里头因果也讲得很全面啊，那当时因为没有啊具体的这些啊很完备的资料，所以师父才发心叫人来汇集这个《诸经佛说地狱纪要》。那么希望呢，将来如果有绘画才华的同修发心呢，依据这本书，啊，来画这个地狱，再画一幅佛家所说的地狱变相图，啊，特别把因果吐出来，啊，造什么因会堕到这个地狱，啊，地狱啊，差别无量啊，啊，种类很多啊，都是因为啊，众生造作不同的恶业造感。好，那我们这里呢，抛砖引玉，啊，先给大家呢讲一讲，首先呢，我们就解释这个八大地狱啊，用《佛学大辞典》里面的内容，啊，这个也是啊，言简意赅，啊，把这个地狱啊讲出来，这是丁福宝编的《佛学大辞典》，啊，这里头解释说，对于八寒地狱而亦云八热地狱。这八大地狱啊，实际上呢，这个是指啊八热地狱啊，对应八寒地狱而言啊。那么八寒地狱呢，那里头是啊寒冷、冰冻啊，受寒风、冰冻之苦啊，这个众生在里头受罪呀，全身呢，都冻得啊，红紫
啊，或者是鼓胀起来，或者是寒风啊，把身上的肉啊都吹没了。那八热地狱呢？那个苦不亚于八寒地狱啊，这是里头都是火，都是热的。说占卜州地下500余善那有地狱，名等火，南瞻部洲。啊，就是讲我们这个星球地底下啊，500余善那，这是一个距离啊。那我们知道地球地心是火呀，啊，火山爆发的时候，把地下的岩浆喷出来，那里头是几千度的高温。所以这些地狱啊，都在里头。那么其中有地狱名等活地狱，从其次第啊，按照这个次第，从一排到八，第八呢是无间地狱。此八大地狱重重数里也。啊，这个八大地狱啊，它是在互相啊拼在一起的，它有横面的，有竖立起来的，啊，一层一层，啊，一重一重，啊，每一个地狱里头都是非常宽广，啊，众生啊都可在这里面受罪。它不会满的，啊，也就是一个众生在里头，他发现自己整个身体遍布地狱，啊，无量众生在里面呢，他也遍布地狱，这里个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法界。啊，所以多多这众生在里头，他都不会呀，啊。说挤满了，挤不下了，不会。各受各的报。啊，那么这个空间当然不是我们人类所处的四维空间。啊，三维空间。啊，不是的。它是另外一个维持的空间。啊，所以我们看地球虽然不算很大，但是这地下的地心的这种地域，里头的空间，那是啊，非常宽广。啊，据《俱舍论八》第八卷之说，这里具体讲哪八个大地狱？一等活地狱，彼有情欲种种金刺魔导。被凉风所吹，则殊如故，等于前火，故名等火。啊，这是解释这个地狱的名相。啊，为什么叫等火地狱呢？因为在地狱里面受苦的这些有情众生，被种种的金刺磨倒。啊，金就是被切。啊，被刺，被磨，啊，石磨的磨，磨碎了，或者捣碎了，或者被凉风啊一吹，他死了吗？被凉风一吹呀，他就苏醒了，那就跟原来一样，然后继续受罪，不是说只死一次就完了了，啊，那是没完没了，啊，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所以叫等于前火，啊，等于又活一次，继续受罪，所以叫等火地狱。第二个黑绳地狱，先以黑绳称量肢体，而后斩具，故名黑绳。这个黑绳地狱里面呢，它就是有这个黑绳，啊，这些绳，我们想象是比那钢丝绳还硬。
啊，他用这地狱的鬼卒啊，用黑绳来称量肢体，啊，看这个你的身体有多长，啊，这像啊，木工啊，用这绳啊来量测量，啊，测量之后做什么？做切割的，啊，那这个时候把众生的肢体啊，当做这个啊被切割的东西。称量之后，一节一节的来斩啊，或者锯，所以叫黑绳地狱。第三，众合地狱，众多苦聚，聚来逼身合党相害，故名众合。这里头啊，很多的刑具。这些叫苦聚啊，让众生受苦的刑具，一起来上刑啊，逼迫身体呀，比如说两个大山呢压身啊，把身压扁了啊，这叫众合啊。这样来让众生受苦。第四，嚎叫地狱，逼于众苦，发悲嚎怨叫之声，故名嚎叫。这个大地狱里面呢，一片的鬼哭狼嚎。这些众生在里头受苦，他就大叫发出悲嚎怨叫之声，悲是悲伤啊，因为痛苦啊，所以在那里悲嚎或者怨叫有些鬼族在折磨众生的时候，他们也发出叫喊那种怨气的声音。还有众生也受这个罪的时候，也发出怨声，震天动地呀！前几年我们在网上下载过一个音频档案，这是美国芝加哥一个广播电台。他们公开报道了，说什么呢？在英国，有一个探测这个矿产的工程师，他下了这个井里头去探测。结果就听到地狱的呼号声。当时呢，他听了之后非常害怕。怎么这里头这么多人的喊叫？而且叫的声音让人呢听了毛骨悚然。他还把这个声音呢，用他的这个小录音机录下来了，在这个电台上放。我听了之后，也都是觉得汗毛直竖。那个地狱里面的喊叫声，非常多的人在喊叫。可以听出那种受煎熬、受极具痛苦的那种声音。被这个工程师在这么一个偶然的机会竟然录制了这个地狱的叫声。大家可以上网上查一查。地狱的声音，你这一搜索，它就出来了。下面第五个是大叫地狱，逼于巨苦，更发大哭声，故名大嚎叫。这个地狱啊，肯定是这个苦又比上面第四个嚎叫地狱的那个苦更厉害了。
所以啊，众生受的这个苦啊，叫巨苦，剧烈的痛苦，发出的声音呢更大，啊，在哭喊、悲嚎。第六，炎热地狱，火随身起，炎炙周围，苦热难堪，故名炎热。这个炎热地狱。那整个地狱就是火海呀！这个火专门烧众生这些身体啊，你跑到哪里都躲不过这个火啊，到处都是啊，高温呐，几千度高温啊，所以身体一下子就被烧掉，苦热难堪。啊，受这种啊煎熬，啊，那烧死了之后又活过来，又继续烧，所以叫炎热地狱。第七呢，大热地狱为热中之极，故名大热。这个大热地狱啊，比那个炎热地狱啊更加的厉害了。啊，这个热度啊就更高，热中之极，极高温。众生在那里面呢、一下就被烧焦，甚至啊烧的什么都不剩。啊，大热地狱啊！最后第八个叫无间地狱，受苦无间。故名无间。那这个无间地狱是八大地狱里面最苦的地狱，受的苦是无间的，没有间断。一个是时间上没有间断，啊，一刻都不停。第二个是空间上也没有间断，到哪里都要受，根本逃脱不了。大辞典里头又引了《制度论》第十六卷，啊，这是啊，龙树菩萨所造的《大制度论》，说活大地狱就等活大地狱啊，黑神大地狱、和会大地狱啊，和会大地狱就是刚才所说的啊，这个众和大地狱名称啊有稍微不同啊，这是翻译的呀。缘故，还有教唤的大地狱，啊，大教唤大地狱，大热地狱，啊，大热大地狱，阿鼻大地狱，阿鼻大地狱就是无间大地狱，这是八大地狱，啊，名称因为翻译的问题，所以稍有不同，实际上都一样。显宗论十二第十二卷说。为一想地狱，等活地狱也。啊，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啊，就都是讲不，这个不同的名词，实际上讲的种类是一样。这个想地狱啊，也就是等活地狱。为什么叫想地狱呢？这里讲，罪人互怀独想害，以毒爪相决。又罪人被荆刺磨倒坐以思想，然冷风吹之，皮肉还生，寻复起活，故名想地狱。啊，这就是刚才想的等活地狱。这些受罪报的人，众生，啊，他们呢，这里头有想。啊，他们有想法，啊，什么想法呢？那都是恶毒的想法。前生造作恶业，这种习气的延伸，起心动念都是恶，啊，
那么，所以呢，互相之间都怀有啊独享爱，啊，互相想要杀害，啊，都有一种啊阴毒的念头，啊，要害对方，啊，都怕呀被对方所害。啊，怀疑心很重，啊，负面心理极强，啊，就是看一切人都是恶人，啊，地狱众生啊，啊，他看一切人都是恶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心恶啊，啊，善人心地善良，看一切人都是善良人。啊，所以没有害人的念头，没有防人的念头。这个等活地狱里的众生啊，他们就啊老想着防人，老想着害人。啊，所以怎么样呢？怕你害我，我就先下手为强。啊，互相残杀。所以以毒爪相决。啊，这是手上啊。都有这个爪，啊，他们因为呀、啊、恶毒的念头所感，变现出啊毒爪。那这个毒是什么呢？念头里头的毒啊！啊，嗔恚心、怨恼心、毒害心变现出来的毒。就好像毒蛇一样，毒蛇为什么有毒啊？嗔恚心强啊，所以啊，老是发脾气的，将来就要堕蛇道，他身上都有毒啊。如果嗔恚心更重的，那就要堕到这个地狱里头了啊！互相啊，用毒爪相杀啊。去抓对方，啊，看谁的力量强，就把对方制服。这是一种想，另外一种想呢，又罪人呢被金刺磨倒坐以死想，这是被呀、啊、地狱的刑罚，啊，被这些地狱里头的鬼卒，啊，都是有大力气的这些、啊。罗刹啊，他们拿起罪人呢，来给罪人施行啊，或者斩，或者刺，或者磨，把罪人身体磨碎，或者直接拿了放在那个钢碗里头捣碎啊。那罪人呢，他受这种苦，剧痛啊。所以他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啊，但是他念头没断，啊，他做疑思想，啊，他知道自己死了，啊，神识还在啊，啊，身体没有了，神识在，他又要感得一个身体，怎么感得身体呢？冷风吹之。啊，被那种地狱的寒风、阴风一吹，皮肉还生，皮肉又长出来了。啊，又寻就是很快，很快呢又复活了。啊，复活之后干什么呢？继续受罪呀、啊，重复这样的罪报。一直重复到罪报受满出地狱为止，所以这叫想地狱。实际上，所有的地狱啊，都是他的念头变现的。啊，不仅说是地狱，十法界都一样啊。十法界里头的一正庄严，
全是啊自己念头变现出来的。善念变现善道，恶念变现恶道。所以《华严经》上讲，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啊，这首偈子被称为是破地狱偈。当地狱的众生听到这首偈子的时候，他马上能觉悟，就能够出地狱。为什么呢？他要是知道地狱啊，也是自己念头变现，他能够忏悔自己的恶业，念头一转，地狱的境界就消失了，啊，马上呢就能出来了。啊，他恶念转成善念呢，啊，比如说他没有再有毒害他人的念头，啊，忏悔这个念头，啊，忏悔罪业，一下子就转成善念，善念就变现三善道。啊，那么这个《显宗论》继续讲，二黑绳地狱铜钱，这前面讲过了。第三堆压地狱，即钱综合地狱也。啊，所以综合地狱也叫做堆压地狱。啊，制度论里面称为和会地狱。有大石山，罪人入其中，则堆压其身，故名堆压。那这里这是讲一种罪报啊，其实种类是很多的。这个大石山，比如说有个山洞啊，罪人呢就被赶进去啊，那些鬼诈把罪人呢拿着狼牙棒赶这些罪人进去大山里头，然后大山一下子就倒下来把压死了啊。这让我们想到什么呢？啊，人世间呢所谓啊矿难啊，那个煤矿塌方了啊，人都被呀压死在里面了啊。所以呀，如果是开煤矿的人，那些老板没有啊这个注重安全条例啊，开黑矿啊，为了谋利啊，不考虑安全问题，铤而走险啊，导致煤矿塌方，害死人命，将来这些老板都得下这里所说的堆压地狱。他要被呀堆压啊，被大石头压死。这什么呢？自己做自己受啊。第四，叫唤地狱，即前嚎叫地狱也。啊，这前面讲了。五，大叫唤地狱，即前大叫唤地狱也。啊，这里面也讲了啊，跟这个前面的聚舍论所说的，大叫地狱是相同的。第六，烧炙地狱，即前炎热地狱也。啊，第七，大烧炙地狱，即前大热地狱也。啊，第八呢，无间地狱铜钱，跟以前一样啊，前面所说了，这里是大词典所说的八大地狱啊，介绍的很简约
但是我们也都啊，能够想象得出来那里头的痛苦的形状。完全是什么呢？众生自作业自受报啊！没有人能够把你推到地狱当中，只有是你自己造的业，自己感得这个地狱受报。过去，我们师父上人年轻的时候，认识朱经咒老先生，这位大德居士，常常跟我们师父讲故事，讲了他的老业障，章太炎先生，这是民国时代一位很著名的国学大师，他是学佛的。曾经有一段时期他做过这个地狱里面的判官，好像做了一个月，是东岳大帝请他做，大概是东岳大帝的判官呢，那时候休假休一个月，请他来带。所以每天晚上他就去上班，这上班的时候睡得不省人事，第二天早上才回来，才苏醒。结果有一天呢，章太炎先生因为读佛经知道有这个一种地狱叫做爆竹地狱，那个刑罚很残忍，那是怎么样呢？让罪人去抱烧得火红的铜柱，那个铜柱喷着火，罪人一抱上去，全身焦烂，非常痛苦。这种业，后面我们会讲到，是邪淫招感的业力。这个章太炎觉得这样的一种刑法太不人道了，于是呢建议东岳大帝能不能取消这种刑法。东岳大帝笑笑没说话，就跟一个小鬼说：“你带他去看看，你到现场看看。”于是这小鬼带着这个章太炎先生走了一段路。到了一个地方，小鬼说：“前面就是抱住地狱的刑场。”章太炎呢，什么都没看到。他突然明白了，原来没造这个地狱业的人，地狱的刑罚就在面前看不到，更不会受。一定是你自己造了地狱的业，你才会看得到这种刑罚，所以这种景象完全是你自信变现出来的。所谓是业力变现，是抱住地狱是邪淫的业力变现出来的。淫欲心重的人，看到那个铜柱，他没有看到铜柱，只看到是美女。所以他这个淫欲一起来，就想上去抱。结果一抱上去呢，那美女就变成铜柱，他全身就烧烂了，烧烂了死了，阴风一吹又复活，复活之后呢，他又忘了。因为罪业太重，就是习气太重，改不过来。所以呢，看到铜柱又以为是美女，又抱，如是万死万伤。太痛苦了。
所以真是一切唯心造啊，没有人给你造的，地狱不是阎罗王造的，也不是上帝造的，更不是佛菩萨去造的，都是你自己心作心事啊，你自己心所造的，就像做噩梦一样。噩梦里头的梦境谁造的呢？没人造啊，就你自己呀。你自己有这种念头，变现这种境界。你在这个梦境当中，你不知道它是梦，所以呀，你会受苦。知道这是梦了，一下觉悟了，赶紧忏悔，转念头。转恶为善了，你就出地狱了。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前生无量劫前了，也曾经堕过地狱。堕到哪里呢？堕到火车地狱。那个地狱里面专门有这种刑罚。车喷着火。撵这些众生。众生呢还要被抽筋，把筋抽出来拉这些火车。结果呢，当时释迦牟尼佛前生在这个地狱里面受苦。看到自己的同类被这些鬼族剥皮抽筋，要拉这个车。他一念升起慈悲心，想到这个众生这么苦，我愿意代替他受。于是就跟那个鬼族商量，能不能够这样？你呢，暂时呢不要剥他，不要抽他的筋了，你在我身上抽两条筋出来。我愿意代他受，让他的痛苦能够暂时歇一歇。结果那个鬼族在地狱里面呢，没道理可讲的，拿起狼牙棒，一下子就把他打死了。结果一打死，好事出地狱了。你看，一念慈悲心升起，他就离开地狱了。那么在诸经佛说地狱纪要里面呢，有专门汇集了经律意象里面的地狱部的经文。那么我们呢看呢这个经律意象第49卷地狱部上。经律意象它是把这个经文里面的内容做分类、分专题把它呢列出来这个很便于研习经教的人呢做参考资料里面内容很丰富那么第49卷呢是讲金刚山间八大地狱各有16小狱。第11品，这是出自于《长阿含经》那么我们来看呢，这里头的经文我们也截录一些。四天下外有80000天下而围绕之。这是讲一个单位世界有四天下。这个所谓北俱卢州南瞻部州西鹤牛州东胜神州四天下。我们这是南瞻部州。那这个四天下外呢有80000天下围绕。
八万天下外呢，复有大海。这个大海啊，可以理解成啊，像这个星系之间的空间。这个海外复有大金刚山，山外复有山一名金刚，山外还有山，金刚山。这个金刚山呢，有的经典里面称为大铁围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山呢，重重的围起来，叫铁围山，像个水桶一样。二山中间呢，日月神天微光不照，这两个山之间呢，那个地方啊，黑暗了，日月光明，众神的和诸天的光明照不了那里。这里面有八大地狱。这哪八大呢？这里讲的名相跟前面讲的一样的，一曰响，响地狱；二曰黑绳，黑绳地狱；第三呢，垂压地狱。也就是《大智度论》里面讲到的堆压地狱。四曰教唤地狱，五是大教唤地狱，六是烧制地狱。也就是前面讲的炎热地狱。七曰大烧制地狱，这是大炎热地狱。八曰无间，这个无间地狱前面有讲到，最苦的地狱。其一地狱每一个地狱呢各有16个小地狱。所以这一个地狱不是就是一所地狱，它里头有很多的。那么呢，底下呢，我们来看呢，分别介绍八大地狱的状况。首先呢，讲这个响地狱，有16，16种。这个16种是小地狱，这个把这名相列出来了，第一曰黑沙地狱，二曰沸屎地狱，三曰500钉地狱，四曰鸡地狱，五曰渴地狱，六曰一同釜地狱，七曰多同釜地狱，八曰石磨地狱，九曰脓血地狱，十曰两火地狱，11曰灰河地狱，12曰铁丸地狱，13曰金斧地狱，14曰豺狼地狱，15曰剑术地狱，16曰寒冰地狱。这是把16个等活地狱里头的也叫响地狱里面的小地狱给我们讲出来了。那我们看呢，第一个响地狱，其中里面的众生这个经文上我们不念了我们呢给大家呢稍微用白话讲一讲。这个等活地狱也叫响地狱的众生，他的手上都生有铁爪像那种这个豺狼那种一样铁爪，互相非常的嗔怨互相的来抓把对方要杀死那么还有些众生里面的众生呢都有毒害相念头都不善，手执的刀剑呢互相的来砍来刺或者呢把对方的身体给这个切割斩坏甚至把对方的这个肉一片片的挖下来。人这个地狱里面呢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拼命的争斗向上。互相就这样的残杀。
啊，那么死了以后呢，冷风一吹呀，就复活了。啊，然后呢，又互相的残杀，一直到受罪受满为止。啊，那前面有讲到了，那除了众生之间互相残杀，啊，还有呢，也被这个地狱里面的鬼族来残杀。那么这个响地狱，这是属于大地狱。啊，那里面还有小地狱啊，大地狱的罪报受满了，啊，然后呢，就出来了，在小地狱里面受苦，啊，第一个小地狱叫黑沙地狱，黑沙地狱是什么呢？哎，他自己呀，不知不觉到了这个黑沙地狱里面，那里面呢有热风暴。啊，就像啊沙尘暴一样，啊，但是那个沙呢是热的，啊，那黑沙非常热，滚烫，吹到身上，把身上的皮呀、肉啊全部烧掉，啊，甚至骨头都燃起火，啊，那么身上啊，因为啊燃这个火呀、被烧烂。而且他烧烂呢，还死不了，啊，就像人间呢，这个遇到火灾啊，那个人都被烧得焦了一样，啊，但是他还有气，一口气没断，啊，受这个苦难，啊，那么受这个苦，他就不会死，啊，不像啊，在这个大地狱里面。响地狱里面呢，他会死，死了之后被冷风一吹又复活，啊，这个里头是不用死的，但是也更苦啊，受苦受的差不多够了，出了黑沙地狱，到下面一个地狱废屎地狱，啊，这个里头啊全是屎尿，污秽不堪，而且这些屎尿都是沸腾的。这个这些屎尿，因为沸腾，所以而且他要把这个罪人淹没啊。那么罪人呢，就想这个挣扎呀，就好像一个人在大海里面呢，他要争着把头露出来啊，或者抓一样什么东西能够浮起来，那里头有很多铁丸。啊，热铁丸，那么罪人呢，就是抱着这些铁丸，啊，不想沉到这个沸屎里头，但是那个铁丸呢，把他的身体、把他的手也都烧烂了，啊，然后呢，还要把这个铁丸吞进去，啊，从他的咽喉一直吞到腹部，吞到哪里，哪里都被烧焦。啊，那里头还有一种啊，铁嘴虫。啊，这废屎啊，就好像屎虫一样，啊，但是这个屎虫是啊，它的嘴是铁的，啊，非常刚利，锋利，啊，专门吃众生的肉，啊，一直咬到骨髓，那个苦毒是无量的，啊，而且受这种罪嘛，他还不肯死，还留一口气在。第三呢是五百丁地狱，废屎地狱完了是第三啊，五百丁。这五百丁什么意思呢？他从废屎地狱啊受苦受够了，就出来了，啊，然后呢，就附到啊铁钉地狱里面，就是这个地狱都是铁钉。那么里面有狱卒，啊，把罪人抓到这个铁板上，啊，把罪人的身体摊开，啊，手足什么都得伸展，然后呢，
把那个铁钉啊，钉在手足上，钉在全身上，全身上下总共500钉。啊，这个痛苦也是啊，非常难以忍受的，所以罪人嚎叫不堪呢，但是还死不了。啊，下面呢，就是饥饿地狱，恶地狱。500钉的这个铁钉地狱受满了罪了，就到饥饿狱，因为他很饥饿。啊，看到了热铁，啊，他就想啊吃，啊，那么这些铁丸呢，啊，或者是啊融了的铜水，他要喝进去，吃进去，那通身呢没有一处不娇烂，再到底下呢是渴地狱。饥饿地狱受满了，就到渴地狱了。很口渴。那么他呢，要舔那个热铁丸，铁丸放到口里，啊，结果把唇呐、舌啊，通通烧烂了。一直吞下去的时候，啊，这个没有一处不嚼烂。下面一个是。一同福地狱啊，这是可地狱受满罪了，再到了一同福。一同福呢是有狱卒的啊，这都是鬼差啊，非常的嗔恨啊，怒目啊看罪人，把罪人抓起来，把他的罪人绞。提起来，啊，让他呢，头向下，脚向上，然后呢，放到了那个铜釜里面，铜釜就是铜锅，啊，大铜锅，那铜锅里面呢都是沸汤，啊，那这个沸汑应该是不止100度高温，那么罪人呢，把被呀，这个狱卒啊。就倒悬着，然后呢，插到这个热汤里面呢，到处上下回旋，有点像什么呢？这个世间人呢，吃这个所谓的鱼片粥生鱼片粥啊，把那个生鱼片放到了这个粥里面，上下滚一滚。结果身体全部啊都熟了，都烂了，啊，而且还没死，啊，我记得曾经有人跟我讲过，啊，说有他们呢曾经吃过一道很残忍的菜，是什么呢？把那个鱼呀，活鱼。活蹦乱跳的，放在那个油锅里头去煎，生的煎，因为那个油是滚烫的，鱼一放下去，那身上的肉全部熟了，煎熟了，但是呢，嘴和它的尾巴呢，露在油外面，还在动，用这种残忍的方法来。残害动物啊！将来他这个人啊，不论是做这个菜的人，或者是吃这种菜的人，到地狱就要受这个同样的报应啊！被这个鬼族啊，就是这样弄啊，他死不了啊，活受罪呀。下面第七个都是这叫小地狱了啊，叫大地狱，这更不得了。第七种是多同府从一同府出来之后到多同府也是鬼卒抓着罪人的脚，
倒悬着放到了那个锅里头。这是不仅有一个锅，放在这个一个锅里啊，煮熟了，煮烂了，又到第二个锅里面又继续煮，叫多铜釜。第八呢是石磨地狱。出了多铜釜地狱了，到石磨地狱里面呢，狱卒啊把罪人呢抓起来，放到那个热石上，像石板，非常热，把罪人呢摊在上面，手足得舒展开，然后呢用另外一块大石头啊，也是热石压在他身上，压了之后啊。然后就磨，把他的骨肉啊全部磨烂磨碎。但是呢，他神识啊竟然不死，他非常痛苦，可是他还有一口气在。第九，脓血地狱。这是出了石磨地狱之后，就到脓血地狱了。脓血呢，都是沸腾的。这罪人呢，在这个脓血这种地狱里头就好像一个池子里头，到处跑。那么这个沸腾的血啊，沸腾的这种啊，这个液体啊。很污浊的液体，把他的身体、头啊、面呐、都煮坏了、煮烂了。他又吃这种脓血，那脓血到了这个身体里面，那都是巨苦，非常难忍的痛苦。下面第十个小地狱是两火地狱。两火地狱呢，里头有大火，一直呢都在烧，那么这些罪人呢，在这个火海里头到处跑，他们呢手拿着一个铁生，可以量的，量什么呢？量那个火。所以他抱着这个铁生想去量火，全身都烧得遍体焦烂，呻吟声、嚎哭声那是震动天地。下面灰河地狱，从两火地狱出来到灰河地狱，这个灰河是啊。纵广深浅各500由旬，这是很大的一条河，1由旬，一般讲40里，500由旬，那就是这个20000里长、宽、深都是这么20000里。所以你在这个河里头是没办法逃的。那么灰河里头呢，涌出沸腾的恶气，就像水蒸气一样，但是这水蒸气是恶毒的、恶臭的，而且这个河流它有那个水的那种，迂回的那种水声。这个水声非常可怕。那么这个河岸上呢，有箭树林，这个树林都是箭的，锋利的这种箭，箭树、刀林，那么这个树每一个枝条那都是锋利的刀剑。这人呢，到了河里面。随波上下，在那里沉潜，
啊，然后起来，啊，那么这个水呀也是滚烫，啊，所以他们要挣脱出来，挣脱出来呢，但是呢又被呀河岸的这些箭呐刺得全身，啊，内外呀都流着脓血，啊，苦痛万端。啊，出了回合，到了岸上了，啊，这个爬到这个树林上，啊，利剑呢，又把他的身体啊割的啊伤破啊，体无完肤，啊，甚至还有豺狼来呀、啊、吃他的肉，他走上箭树啊的时候呢，啊，他的那个箭刃呢、啊、是向下的。就能够把他刺伤的。他下树的时候呢，那个箭刃是向上的，啊，他等于啊，像那个羊肉串一样啊，被刺了进去，啊，所以在攀箭树的时候，那手啊、足啊，全部都割断了，啊，皮肉都割裂了，啊，最后只剩下呢白骨连筋。那、啊、结果树上呢还有铁嘴鸟。专门啄食啊罪人的脑，啊，所以罪人的苦读无量啊，叫喊不停，啊，然后呢，又啊到了灰河里面继续随波沉没，啊，还有铁刺刺身等等，又重新来过，啊，到冷风一吹，他又从这个河里头起来。啊，非常的可畏呀！下面第12是铁丸地狱。啊，到了铁丸地狱呢，有狱鬼啊，要啊，这个把这铁丸呢，啊，投掷到这个罪人手上。他接了这个铁丸，那铁丸是大火球啊。啊！一接那手足就烧烂了，啊，然后全身也被烧起来。第13个小地狱是金府地狱，啊，金府地狱是被狱卒啊把罪人呐啊，放到那热铁上，然后呢，用那些金斧啊，就刀啊、斧头啊，斩他的手足。割他的耳鼻，啊，斩啄他的身体，啊，就好像啊，世间人呐、啊，杀生，啊，杀鸡杀鱼，把这个众生的身体切成一块块，将来他们都到地狱受同样的报应。第14是豺狼地狱，从金府地狱出来到豺狼地狱，那是里头有豺狼。啊，一大群一大群，都争相啊要咬这个罪人。那罪人跑不掉，啊，豺狼的牙也很锋利，一下子把罪人的肉啊就撕下来，啊，剩下骨头，啊，那脓血拼命的往外流。啊，那第15个是箭树狱，啊，那是一个箭树林。箭树林里面呢，有暴风起来，啊，把这箭树的树叶啊全部吹下来，那是一把一把的钢刀，啊，吹下来之后呢，刺到这个罪人的身上，啊，所以头面身体呀，没有一处是不被伤害，啊，体无完肤，更有这些铁嘴鸟啊，还有啄他的2个眼睛。所以苦痛悲嚎啊，啊，那是非常难忍。最后是寒冰地狱，寒冰地狱呢，那是啊，大寒风啊吹到身上，整个身体呀、啊、都冻到啊，皮肉都脱落啊。
如果是啊，在冬天，我们要是到大东北，啊，到这个哈尔滨，啊，甚至到长白山，哎，那里去啊，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脱光，那身体就会冻成了青紫色，啊，甚至啊，皮肉啊，都可能啊，会冻落，啊，最明显的耳朵。有人就会被冻落的，那更何况这个地狱里头啊，还有大寒风吹，啊，把人身上的皮肉全部吹掉，啊，那么这些地狱，这个《经律异象》经文里面讲，是身为不善，口意亦然，啊。思堕想地狱啊，不惧毛鼠。为什么他会堕到这些地狱当中？啊，在想地狱里面，就是等活地狱里面受苦，受完了之后还要到16个小地狱，那个小地狱也不得了啊，一重一重的地狱都要受完，才能处理。为什么会这样？前生身口意呀，造作不善业呀，这是一个总说了啊。那细说那就太多了。这是讲到第一个大类呀，等活地狱或者想地狱啊。那么八大地狱第二个是黑生地狱，黑生地狱里面呢？它也是有16个小地狱在周匝围绕，那么为什么叫黑绳地狱呢？原来这个地狱里面有狱卒，把这个罪人抓到热铁上，把身体都舒展开，就好像我们讲这个，做肉饼一样，把这个身体舒展开。然后用热铁绳，把这个身体这个固定住，然后去量，然后呢，用热铁斧，按照那个绳所量出来的一道一道，把罪人的身体斩作百千段，所以我们呢，如果是杀生啊。这样来对待众生，将来你想想，你要到这里面受苦，一报还一报。另外还要用句子句。那么还有呢，这个地狱里头有些地方啊，那铁绳都交横无数就像个网一样。然后呢，这些狱卒把罪人呢赶到这个网里头，那么这些热铁绳啊，非常锋利，就好像我们讲的钢丝一样，而且是很巨，这个高温，钢铁条一样。那么还有恶暴风一吹，把这个铁绳啊吹得这个拼命的摇摆。这一摇摆呢，就把这里头的罪人切割了，而且皮肉这个身体全部都被烧坏了，痛苦万端，这叫黑生地狱，由黑生地狱出来，又要经过刚才所讲的16个小地狱，从黑沙地狱一直到寒冰地狱。然后才叫命中就是才可以处理。那经文上讲，为什么会堕到这个黑生地狱里面呢？前生恶意向父母、佛及声闻，则堕黑生狱苦痛不可称。因为对父母不孝顺，恶意向父母，
啊，我们讲恶逆呀，父母啊，大逆不道啊，对佛菩萨、对圣贤人啊，声闻是阿罗汉，包括世间圣贤，用恶意呀、想象，将来都到这个地狱里面。啊，第三大类推压地狱。啊，每一个这种大地狱，都有16个小地狱围绕，先受大地狱之苦，然后出来，逐个逐个小地狱去受。啊，从黑沙啊，到这个，废屎，到500钉等等，一直到寒冰地狱。这个推压是什么呢？有两座石山，两山相对，罪人呢被赶到山里头。然后这个山呢，自然合起来，把罪人呢压扁了，这个骨肉啊都被呀压碎，啊，然后山呢就分开了，啊，分开之后，啊，这个身体呀恢复，继续被这样啊去挤压，啊，还有大铁像，这个像啊是铁的。啊，身体是铁的，举身都是燃火，啊，咆哮而来，然后把罪人呐踩在地上，啊，然后在那里踏，这个罪人呢被踏到啊，身体都糜烂了，脓血都流出来了，啊，在那里哀嚎悲叫，啊，还不能死，那口气还断不了，然后呢？狱卒还把罪人呢抓到大石上，啊，把这个，地上的那个铁杵拿起来，来进行捣，啊，把它捣碎，啊，一直捣到呢皮肉糜烂，脓血流出，反正啊，种种的刑法都是跟这个挤压呀。啊，跟这个捣啊、磨呀，这个这一类的啊，出来之后再经过16个小地狱啊，这是但造三恶业，不修三善行啊，堕推压地狱啊，苦痛不可称。啊，这是造三恶业，三恶业是什么？贪嗔痴，啊，杀盗淫，身造杀盗淫，意造贪嗔痴，感得地狱的这些苦报。那么第四个大地狱叫教唤大地狱，狱卒啊，把罪人呢。扔到大锅里头，啊，里头有热汤，一直煮这个罪人。啊，他当年呢这样煮众生啊，现在被狱卒来煮，他在这个沸汤里面呢嚎叫啊，苦痛心酸呐，惨不忍闻。狱卒又把这个罪人呢，啊，放到啊。一个那个平底锅上啊，我们讲平底锅去煎熬啊，所以他就大的叫唤了，大声叫唤。这是什么呢？嗔恚怀毒造诸恶行，堕教唤地狱啊，这都是讲大类了。啊，详细是说不清，他说不完了。啊，总的地狱的业的那个主要业因就是嗔恚。啊，所以常发脾气，常有恼怒心。啊，有恼害心，有逼恼众生，或者嫉妒，啊，或者是啊。
这个怨恨这些念头或者怀有毒恶的心念，造作做种种的恶行都要堕到教唤大地狱。第五个大地狱是大教唤大地狱，比那个教唤大地狱更甚。狱卒呢，把罪人抛到这个大铁釜当中，那就大铁锅里头，或者是大油锅，里面呢有沸汤，有热油煮这个罪人，这个刑罚差不多，但是呢，程度上比那个教唤地狱更厉害，所以叫大教唤地狱。什么业因造成的呢？因为生前有邪见，尤其是对圣贤教育不相信，而且是批驳自己呢好恶心很重。就是什么事情呢？自己呢为所欲为，任意妄为，不顾后果。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造作了很多恶行。将来堕大教唤地狱还有烧制地狱。是将罪人呢放到铁城里头这个整个大铁城里头都是燃火的那罪人在里头被烧。还有呢有个铁楼楼上内外都是火也是被这样烧。反正这是呢专门是用火烧，让罪人烧到皮肉焦烂苦度无量。第七，大烧之地狱。这个大铁城里头的火呀更厉害比这烧之地狱更厉害，这大烧之地狱烧到呢这个罪人的皮肉没有一丝一点是完好的还有大火坑，这个火坑里面火焰非常炽盛那个坑的两岸呢都是大火山狱卒呢把罪人呢这个用铁叉叉起来然后呢这个放到火里去烤就像我们烤这个羊肉串这样烤。最后第八是无间地狱。无间地狱是狱卒把罪人抓住，剥他的皮，从头到底到脚底全部皮都剥掉，然后用这个皮缠着罪人的身体然后把这个罪人呢放在火车那个轮底下这个火车不是我们现在坐的这个火车是它是带着巨大的火的那个车来撵这个罪人然后呢在这个身上来回的撵，一直把他身体撵到碎坏为止皮肉全部脱落还有大铁城四面都是火起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火的，这罪人就在这火里头到处奔啊奔腾啊奔跑想躲避没办法躲避遍身烧得焦烂为止。那么罪人呢被烧到身体肢解全部都是燃起火。这是什么呢？
过去呀、啊、所见的、所闻的啊，都是啊眼耳鼻舌身意接触的都是恶啊。啊，罪人在这地狱里面也是这样，看不到好色，听不到好声，闻不到好香，全部是什么？见恶色，闻恶声，啊，鼻闻臭气，身所触的都是苦痛，啊，意所思念的都是恶法。一直到罪报完了为止，这都是啊，前生造作重罪啊，所以生到这个无间地狱当中啊。那么无间地狱每一个大地狱啊，这是第八个大地狱是无间，这八大地狱里每一个都有16个小地狱啊。那么很多的经里面都有讲到啊，像我们熟知的《地藏经》讲到，但是没讲的那么熟悉，这个详细。那么在《诸经佛说地狱集要》里面呢，第一本经呢讲的最详细，是《正法念处经》啊，第五卷。好，那么我们呢啊，从这个地狱品里头啊，抽取一些经文啊，来讲一讲。这里面呢，有讲到啊，这个地狱的时间有多长啊？我们来看经文：彼比丘若见闻之，或天眼见，若有杀生，要行多作，此业普遍，杀业究竟，和合相应。堕活地狱根本之处，这是佛跟这些比丘们啊、弟子们讲的。若见闻之啊，如果你们看到或者听闻啊啊知道，或者你用天眼看到啊，有天眼通的人，他们能看到地狱。那么等活地狱呢？这里特别讲到杀生的业报啊，我们这个经文里头啊，《无量寿经》第35品讲的五恶五痛五烧，第一恶就是杀生恶啊。那么杀生，尤其是啊，跟这个等活地狱啊相应啊，这个杀生的人药行的很喜欢做。多做，啊，造的很多，此业普遍，啊，杀业究竟，就是真把这个杀业做彻底了，啊，他起杀心，啊，有这个举动，而且真把生命杀了，这杀业究竟，和合相应，啊，身口意都和合。啊，都在做这个杀，啊，那么这样的人堕等活地狱根本之处，啊，根本之处就是最大的地狱，啊，那么旁边有16个小地狱，啊，刚才讲到了，杀生之业有上中下，地狱受苦亦上中下，这个很清楚了啊，造作的杀业啊，根据它的程度来分，有上中下三品。所以地狱里面受苦也有上中下三品，都是相应的。比地狱业呀，何者为上？啊，那哪个是上品的地狱业呢？比杀生者。若杀善人，杀受戒人，啊，若杀善人，若受戒人，若善行人，有他众生
有众生想，有杀生心，断其命根，此业究竟，心不生悔，向他赞说而复更作。佛教他杀，劝杀随喜，赞叹杀生，若使他杀。如是痴人自作教他，罪业成就，命中生于活地狱中。这是讲到上品的杀业，杀谁呢？杀善人，杀持戒修行人，或者是善行人，这个善人是心地善良，善行人是正在做有利于众生的事业，这些好的行为的，有他众生，有众生想，这什么？在杀的时候，他知道所杀的是一个生命，不是误杀，他真有这种念头，起杀生心，所以是故意杀，断其命根，真杀了，让他气绝身亡。此业究竟，这个杀业就究竟了，就是做彻底了。杀了以后还心不生悔，没有悔意，不肯忏悔。这个人良心呢，已经泯灭了，不知道造这么重的罪业他不以为然，还甚至向他赞说，说自己很有能力，以恶为能啊，忍作残害而还要更做造完之后还继续做，还叫别人做还劝别人杀，见到别人杀还随喜看到人被人杀死了，他没有生怜悯心，还随喜那个杀生还赞叹杀生，这个真有比如说你要开了一个海鲜店生意很红火，有人来赞叹你，哎呀你真厉害生意这么火，你很有能力，赞叹杀生，鼓励他杀生，这都是有造杀业若使他杀呢，自己虽然没有亲自动手，叫别人来杀这种人呢，如是痴人，愚痴的人不知道造作罪业极重，将来堕地狱自作自己做，还叫他做，罪业成就这个命中就堕到等活地狱当中。如此人中若50年，比四天王为一日夜，比数一耳，30日夜以为一月，以12月以为一岁，比四天王若50年，活大地狱为一日夜，以恶业时有下中上，活地狱命亦下中上。这是讲堕到等活地狱里面的寿命这里讲到如此人中这个在人道若50年50年对于四天王天的人来讲算是一日夜四天王一天等于我们人间50年。那么用这种算术
一样啊。对于这个定语来讲呢，我们先看三十日夜为一月这一个月算30天，12个月呢为一年。那我们可以算算了，四天王天一年，相当于我们人间多少年？那就是什么呢？50年乘上30天乘上12个月，你乘一乘看。然后呢，比四天王若50年。四天王天，他50年等于活大地狱一日夜。这个在等活地狱里面一昼夜相当于四天王天50年呐。而四天王天一天是我们人间50年呐，那你就可以算算，等活地狱里面一天等于我们人间多少年。以恶业时有下中上，活地狱的寿命也有下中上。你在这个罪人在活地狱里头寿命它有不同。看他生前造作的罪业程度。但是呢，他们的这个时间呢，跟我们的算法是他的一天等于四天王50年。四天王的一天等于人间50年。下面经文又说，有中间死，随业种子多少轻重，活地狱中或一处受，或二处受，或三处受，或四处受，或五处受，或六处受，如是乃至16处受，乃至恶业未坏未烂，恶业气未尽，比地狱中500年命，以天年数不一人中。这个寿命长久如果是中间死的，就是这个它不是上品的恶业可能是中品或者下品它中间就死了就出地狱了。随业种子多少轻重这是根据他的业力不同所以他的寿命不同。那么在等活地狱当中呢，有在一处受苦有二处受苦等等，一直到呢16处都要受刚才也讲到了，除了根本处以外，还有16个小地狱，乃至恶业未坏未烂，就是恶业没有消尽那么在地狱里头要继续受苦，寿命很长。那么在这个地狱里面，寿命一般是500年，但是这个500年不是人间算法因为它一天等于四天王天50年，而四天王天一天等于人间50年，这么个算法的。所以以天年数，不是以人中的那个年数这是讲到等活地狱的寿命。那其他的八大地狱其他七大地狱，你就可以想象出来，这里就不详细说明了。那无间地狱的寿命最长用人间算真的是永劫无量劫。所以佛劝我们观察地狱这种状况，了解这些地狱的种种情状都是我们的心所变现的，有恶念头变现出这个恶境界，
啊，那么在正法念处经当中，他举出几个这个等活地狱里面的小地狱，刚才有讲到了废屎地狱，在正法念处经里面呢叫屎泥处，就是废屎地狱，这里特别讲到一些业因，什么因造这个地狱业呢？经文上讲啊，如果是杀生的话，用欲心杀，比如说你想吃那个动物，想吃就要杀，那么或者是你在打猎的时候，用鹰、用雕放出去杀，或者杀鹿，特别提到鹿。打猎而不忏悔，那么这些人到地狱里面呢，就要受这个地狱罪报。在这个粪屎地狱，刚才已经讲了，那是被这个废屎在那煮，他要出离的时候，还有很多金刚嘴的虫子咬这个罪人的身体。罪人吃这些屎，还要被虫子咬，咬的从这个嘴一直咬下去，身体全部坏烂，节节分离，所以这是前生造这些杀业，养这些，雕啊、鹰啊来打猎，甚至是养鸟雀。吃小虫，或杀戮，这里都提到了，要堕这个地狱。那么又讲到这个等活地狱有个刀轮处，刀轮处呢，大概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金府地狱。这是什么呢？过去以刀来杀生，像在厨房里面宰杀生命，或者你自己不吃，叫别人来杀，你到海鲜酒家，叫这个鱼肉自己不杀，叫人杀，罪业是一样的，都要堕这种地狱，这个地狱呢是被刀来砍，砍完之后还要用火烧，烧到最后呢，这个身体都碎坏了，碎到像芥子一样小，芥子就像芝麻芝麻粒一样，这都是什么呢？前世造这些杀业，自然感得的境界。还有一种，等活地狱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叫做瓮熟处。那么大概就是这个之前所讲到的，铜釜那是什么呢？在那里面呢，被烧被煮。造什么因呢？会堕这个地狱呢？还是杀生？经里面举出几个：一杀骆驼，杀羊，杀众鸟，杀马，杀兔，杀熊，有毛的畜生，像鸡呀、鸭呀，都属于这类。为了吃它的肉，把它的毛给脱下来，然后呢，烧煮。这些恶人因为这种恶业的因缘，死了以后就堕到这种地狱当中，他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呢，这些恶业种子翻腾出来，变现这些
烧煮的啊这些大锅啊，它自己被烧煮。这都是什么呢？心所在那里呀，变现的，自作自受。所以真正明了这些地狱的苦状，我们要发大心，求生净土，永脱轮回，把贪嗔痴的习气要彻底熄灭，不熄灭贪嗔痴，这些地狱的业就断不了。这个《无量寿经》经文上讲，所受寿命或长或短，讲到这里了。下面讲相从共生更相报偿。这是讲表冤冤相报，没有穷尽。在会书上解释说，杀生等人呢，生生同处，彼此互害，报其怨恨。不是说地狱业受满了就没事了，出来之后还要还命债。这个互相的愁偿命债，那都是生生同处，大家一起出生。就是为了酬偿业报，彼此互相杀害，互相来抱怨，比如说被杀的，他要索命债，必须呢去追逐那些怨怼，是同时出现在世间，他们俩才能互相报偿，这个叫相从共生，例如这一生杀羊，那羊死了，将来变成人了。那前生杀羊的人呢？他出生他变成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人来杀羊，羊第二世又变成人，杀回这个羊，互相酬偿命债。又比如说猫死为鼠。鼠死为猫，互相的残害，所以更相报偿。所以人与人之间呢，都是什么呢？互相讨债还债，互相的报复，在报复当中又结了心愿，新的怨恨，了无出期。所以真正明了了，千万不能造杀业。造了杀业，那将来必须酬报。佛家里有个故事就讲到，有一对夫妇生了一个儿子，不久呢，丈夫去世了。儿子呢很聪明母亲很疼爱他。可是没多久呢，这母亲也去世了。儿子长大了，娶了隔壁有钱人家的一个女儿。结果这女儿是谁呢？就是他母亲转世来的。刚好嫁给他这个自己的儿子为妻。那么因为前生疼爱这个儿子，所以亲情不断呢，转世呢成为了恩爱夫妻。结果夫妻俩呢又生了一子，爱如掌上明珠。有一天呢，杀了一只鸡来煮食，夫妇俩呢互相对饮吃肉，还有小儿子在旁边，很和乐。结果有一个僧人呢进来了，跟他们讲，你为什么
要杀害你的父亲，奸淫你的母亲啊，指着丈夫讲，啊，杀害你的父亲，奸淫你的母亲，还养一个冤家在这里。啊，那这一家人听了就很愕然了。啊，这个僧人呢有神通，啊，把这个天眼、宿命通借给他们用。啊，结果他们一看，果然，啊，是这样的。啊，这个养的儿子是前世的冤家。啊，他们夫妇呢？啊，原来这前生是儿子和母亲的关系。啊，再看这个桌上的鸡肉呢，这鸡是前生这个父亲。啊，前生是这只鸡呀、啊，前生跟这个太太前生是夫妻。哎呀，这一对夫妇看了之后啊，开悟了。啊，于是呢，跟这个高僧去学道去了。就佛家有这么一段因缘故事，所以啊，你生生世世啊，搞轮回啊，就搞这个啊。所谓啊，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没意思啊。真的要出离求生净土，永脱轮回。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有讲的不妥之处，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